自治州玉树县连续发生了6次地震，最大一次震级为7.1级，发生在7:49，震源深度33公里。陆续出现，伤亡的人数也，我想的话可能不会太少。 刚刚收到的这个民居倒塌的图片，那么从这个图片当中可以看到哈，这个民居倒塌的情况还是。